你好，我想开个房，一个单人间。没大床房了。那有什么房？标准间，两张床的。可以。行了，门让我反锁了。从里边也能反锁啊？我会，你不会。那我怎么出门上班啊？吃完早饭我给你开。简单点说。其实也不复杂，就是昨天门口站那个是我在三里屯见到的那个，那开大奔送你回来那谁呀？电视剧。那心理医生。走。吃完了，你出不去门啊！你出去吃完怎么的？再有，不是，昨天门口站那个，他怎么会是刀美兰的儿子？叫什么名？徐天，这么说吧啊，什么事儿我就不愿意蒙在鼓里，这不是我敬业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较劲，我就是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什么事儿我得弄明白。简单点说。好，简单点。这个边志军，还有这个徐天，谁是正主？正主，就是我现在的心里的坎儿，你清楚啊。这过去过不去，反正我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做守一辈子寡。但是呢，你心里得明白，你得让我清楚，谁是正主。您希望是谁？不能说我希望啊，但是我可以不希望是这个徐天儿。他妈刀疯子，啊，疯子就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合并症。你敢保证他不遗传呢？将来你们俩在一起，这两家怎么处啊？那好啊，这个徐天就不能再来往了。边志军，你找个机会可以把他领到家里来，啊？可以开门了吗？往左拧两圈啊，民主吧。
哎，阿姨，你也住这儿啊？不是，我住金星园。我正要去那儿呢，那咱一块儿走吧。好呀。阿姨，高美兰家住哪儿您知道吗？我和她住同一单元，她住502。啊，那您认识她？那徐天你也认识？她在家吗？昨天呢，我找了一趟梁月进，把那100块钱还他了。啊，那好啊。嗯，妹妹，这事儿咱不想了，好不好？咱就全当是遇上一问路的，闲聊了两回。啊，姐姐再给你找好的。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还管他怎么说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没好词儿。其实，他人心地善良，只是说话不会拐弯，嘴甜，会哄人的，让人受伤害一辈子。直言直语，很难听，但是没有负担。你是中了梁月进的毒了。我没有啊，反正啊，我是没脸再找他了啊。我希望你没有伤害他。妹妹，你就不问问他伤没伤害我？哎呦，502有人找你，他还问了徐先生在不在。谁呀？妈，进来吧。大半个地球都飞过来了，最后一步不敢迈。刚到啊？嗯，妈，我昨天晚上就到了，但是我怕打搅您，所以我去住宾馆了。哪宾馆呢？就在小区外边那民工宾馆。看见徐天了吗？我想来先见见您。你们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就算有关系，现在也没关系了。妈，嗯，我知道，我对不起徐天儿。这次我回来就是跟他办离婚手续的。嗯，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你都第三者了，你还听我什么意见呢？哎，嗯，妈，我知道不对。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徐天儿。但是我想告诉您，我其实特别特别爱徐天儿。哎呀，那你去跟他好好谈谈去，啊？嗯，我想我跟他好好谈谈。错在我，苦自己受着。如果徐天决定不原谅我，我也同意跟他立马离婚。然后回美国，你
你说你们本来好好的日子，你说说你这个孩子，你这弄得这乌七八糟。哎，吃早饭了没有？没啊，妈，我给您买去吧。嗯，家里有。我吃不下，我一个多月都没怎么吃东西了，瘦了十多斤。嗯，那你在美国，你倒是这长了点肉还。妈，嗯，徐天呢？上班呢。他现在哪儿上班啊？卖房子。钥匙给我妈，我明天就搬家。你自己改的吧。不想见。你亲妈你都不想见，你想见谁呀？哎，去了又得见那个小白脸，多烦啊，恶心。这好好的房子你不住，你又打算跑哪儿去啊？跑到一个他们谁都找不到我的地儿。姨父，我有我自己独立的事业。我有一个独立的灵魂，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要独立。小朵啊，别端着两碗心灵鸡汤就觉得是自己的事业，啊，一个女人的成功就在于说她能不能找到一个成功的男人把自己给嫁了，明白吗？你这是领导说的话吗？我都为你感到羞愧。领导，领导谁跟你说这个呀？作为姨父，我跟你说。要赶上自己现在还年轻，把自己赶快嫁出去，否则将来呀你会后悔的。后悔什么呀？我看你们一个个都不后悔。别扯我们啊，尤其是我，我娶你小姨可一点都不后悔啊。那你现在是谁啊？我姨父还是总编啊？你认为呢？姨父，我就再坐会儿；总编，我就出去了。徐天啊，吓我一跳。姐啊，哎，小慧，你找我。杨姐，嗯，我记得咱们社去年，哎，不对，前年吧，出了一套北美 SSAT 跟 ICT 大全是吗？大前年，大前年了。嗯，那个样书还在吗？那个有也没用了，去年北美考试规则都变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儿子在考呢。那你帮忙帮我 copy 一份吗？那倒是没问题。哎，不过你现在手里面做那个选题算我一份呗。没问题，回头我跟总编说。这么舍得下本啊？帮谁的忙啊？嗯，就有一个朋友。行，行，行，行。徐天，啊，环江湖那条大鱼居下租来了。啊？对不起啊，进来，接个电话。喂。你是不是没存我电话号码啊？存了。我不太舒服。怎么了？原因又复杂又简单。就往简单了想啊！你什么时候过来啊？过哪儿去？昨天晚上你约的我。我下了班去你们出版社。
见小慧姐吧？对。我刚被总编说了。你那么多鸡汤，随便挑一碗给自个儿灌下去，就不难受了啊？挂了。哎，长津湖那套大一区下租，你的客户？我的客户没有啊。加小朵啊，直接付了一年的房租。不是经理，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有粉刷吗？啊，来不及了，明天人客户都搬进去了。那房子墙皮都黑了，这会儿去刷也来得及。来啥急呀？来啥急呀？公司人手都不够了。那有家伙吗？干啥？妈，我这要不冻着点啊，我心里就跟火烧火燎的，跟着火似的。你这冻的我那火烧火燎，跟着火似的了都。我给你倒杯水吧。不喝。妈，您就去对面上班吧，三个小时以后回来，家呀肯定就是五星级酒店。嗯。哎，妈，那个。你给徐天打电话说我回来了吗？没打，我怕把他给吓着。哦，他心脏现在还很脆弱。那什么，不说也别说了，我也不给他打了，反正他早晚会回家的。哎，妈，我一会儿啊想去超市买点东西。哎，我看咱家呀，油盐酱醋都快没了，还有那厕所，衣服都泛黄了。我想买点洁厕灵。您知道超市在哪儿吗？超市在门口右转。那我一会儿去。那，您需要带点什么吗？随便的。哎。我给小慧打电话，她不接。然后呢？她在出版社吗？在啊。那你跟她说一声，下班我去找她，让她别急着回南四环。我要控制不住自己，去她家找她不太好。你这算是威胁吧？我都想威胁我自己，我完了。完了是什么感觉啊？就是走路、吃饭、做事儿，心不在。心在哪儿呢？你清楚啊。鄙视。你赶紧跟他说吧，说完了给我个信息。人不在，出去约稿去了。那他回出版社吗？回吧。那你现在打电话跟他说，你的电话他得接吧。等着吧。我和慧姐说你要来找她了。说说你搬我那儿去得了。两码事儿。
咱们俩都是成年人了，在一块儿可以，一码归一码，住在一起那还得有证明呢。要什么证明啊？结婚证明。哎，那还不好办嘛，到时候办一个不就完了？这么简单？您万水千山都过来了，什么万水千山啊？离结婚还一步没迈呢。那你的意思是，可以在一起，但是不代表结婚？结婚多可怕呀！不是，你在一起那就是要结婚的。你想想，嗯？你知道我的原则。那我也有原则呀，是不是？你这，你这太伤害人了。哎，美好生活懂吗？啊，合着你占便宜玩玩啊？那你玩死我得了。谁占便宜啊？你是男的。我是男的，不是那男女还平等呢。哎。豆豆，嫂子啊，豆豆，你结婚了吗？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那再不结可就来不及了。结婚跟你和我哥一样。我跟你哥其实感情挺深的。哦。哎，你的那个他，是洋人是吧？瞒了我哥多久？半年吧。被我哥发现什么感觉啊？难受呗。我哥难受的死了一回。所以说呀，我跟你哥其实感情挺深的。哎呀，这天没法聊了。你回美国接着跟洋人过？我这次回来是想挽回你哥。过劲儿了，我哥有喜欢的人了。这么快啊？有你快吗？谁动我房间了？妈，干什么？喊什么呀？怎么了？谁动我房间了？乱七八糟的。谁？我刚才是收拾了一下。谁用你收拾啊？我看着有点脏，有点乱。哎呀，你会不会说话？我们家过得好好的，你回来就乱了。哎呀，行了，那什么，我再给你整理。不用你收拾，又不是你家。哎呀，你没事甭管他，你那个时差也没倒回来呢，啊，回宾馆早点休息吧，好不好？走，我送你下楼，走。豆豆啊，他就这样，平常在家冲着我也嚷嚷。妈，嗯，我自作自受，有心理准备。这徐天回来还不知道怎么着啊。行，去吧。你好，徐天在哪个房间呀？双人徐。你是谁呀？我是他妻子啊。嗯。2610，给我办张卡吧。你就这么一直躲着呀？要是以后不见，就把事说清楚。姐。你听我说的吗？见了面，我不知道说什么。
今天干嘛去啊？啊，我约稿了。那你说了徐天要来啊？不行，我先撤了啊。哎，他要是见不着你怎么办啊？你非得要恢复成乱七八糟的样子？哎呀，你说烦不烦？给我放上面干嘛呀？天天晚上搂着睡觉呢。你多大了？你一天到晚搂个恐龙睡觉？什么恐龙啊？这是蜥蜴好吗？神经病！受不了他这样的，他个人隐私他不知道吗？上我这一通弄，换了谁谁高兴啊？跟外人。我告诉你啊，小白可现在还是咱自家人啊。我不这么认为，麻烦大了。你哥现在又是梁小慧，又是贾小朵，结果闹了半天，自个儿还不是单身，那就去离婚呢，多简单。有多简单呢？就像大仙说的，去民政局，结婚证、离婚证，到那儿马上就能办。我瞅着他这回回来，有要复合的想法。那还得看我愿不愿意呢。你愿不愿意管什么用啊？哎，只要你哥愿意，小白就还是咱自家人。就他对我哥做那事儿，我对他都算客气的了。客气点吧你啊，毕竟跟了你哥十来年了。哎，对了，你昨儿一宿干嘛去了？上夜班。你上礼拜夜班，这礼拜不是白班吗？瞧了，那你白天上哪儿去了？跟大仙在一块儿呢。黄大仙白天在医院上班，你也跟他在一块儿？是啊。然后你上夜班，他又陪着你在一块儿？是啊。赶紧结婚吧你，夜长梦多。凭什么呀？说结就结，哪儿那么便宜啊？你好，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徐天在吗？他去团结湖刷房子了。刷房子？对。喂，喂，翻新的业务，这贾朵明天就要住，工人不在，只有自己上手了。小朵搬这儿来？哎呀，我也纳闷了，他怎么跟你？你那天让他拖着我，你上衣打扮走了，后来客户来电话说要看房子，他就跟着一块儿来了，但是就说了那么一嘴，他说要租。我今天到公司，经理说租金他都付了。累吗？不累，就是没想着这么麻烦。原来还想着干完了到出版社找你呢。不用找，我来了。别动，我来刷。那怎么能行呢？别动，你要动我就走了。把手洗洗，窗户边站着去，那通风。
你以前刷过墙。结婚那时候，我们俩一起装修过一个小房子。我们工资不高，是租的房子。装修好了之后，我们决定还是放弃了，回家陪我爸住。装好了不住挺可惜的。人生就是一件事一件事的亏，亏到最后，生命也亏空了。别受我影响，我这人比较灰暗。你是挺奇怪的，要么消失，要么就像雷锋一样出现。怕你去家里找我，不敢消失。歇会儿，我来吧。你会吗？这半扇墙都是我刷的。在美国的房子，连一个门把手都是我换，墙也刷。一个人刷？跟我前妻。你们感情好吗？挺好的。别动。你买点吃的去吧。都行。小朵儿，下班了还不走啊？你先走吧，我再忙会儿。行，这么勤劳，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小慧姐早走了，等到现在你不来，我走了。怎么这么久啊？我都饿扁了。那洗了手，赶快来吃吧。全是我爱吃的。他们俩是心有灵犀。一起吃。你快吃吧，我不饿。一块吃，你坐这儿。你别动了，你坐。我坐这做梦一样。这房子要是我们俩的就好了。以后别叫家里找我。那怎么见你？我给你打电话。手机刚报废了。我们家还有一个电话没人用。
回头给你带过来。明天早上我就要用电话，我买一个。明天一早，在咱们俩第一次相遇那个路口，我给你。你绕路过来给我送啊？没事儿。哎，我们第一次相遇怎么会在那儿？什么汤啊？那天一大早你跑东城去干什么？忘了。来，朵姐，我今天在出版社等到9点多。啊，等什么呢你？徐天啊，你走了我又不敢走，他电话又打不通。啊，他那个手机掉到涂料桶里去了。你们俩在一块儿呢。